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气来嘞》，我是综艺区阿群妹。前一波个呀，天使冬夜个时节啦，大家就动好去买饮料啊。其实一下太急的时候，全部就会个手摇饮料店。不过其实吼，大家的我用的是当中的是都空间哦，七家泡茶清好。不过大家为什么讲七家泡茶哎，就可能像哎红茶、绿茶、乌龙茶、亚流茶，做的是听听。不过其实大家还有其他个选择咯，根本你。节目当中，就我来同大家来分享仙草茶。大家会想讲，仙草听众系关系，仙草从无啊？不过今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收集桃源杨梅嘅仙草哦。谢谢大家来分享，今日节目地度有请到嘅来宾系来自桃源杨梅企农会产销班嘅班长梁法权班长分享。主持人阿乔妹，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系。杨梅仙草班的班长梁法权，非常欢喜来到咧客家电视台福气来咧节目来录制节目。欢迎梁班长来到节目当中来同大家分享哦。就像我一开始同大家乡亲朋友分享到嘅，大家印象当中，第一只谈到仙草，直觉就会连接到呀关系嘅仙草。不过其实今日我来同大家来分享系杨梅七家有七家品种嘅仙草，从冇。哦，无穷用嘅品种，哦，也号码就无穷用，因为品种全部都有本号码嘛。关系系几多号？关系系桃源一号，我哋啲系新品种系桃源二号，系经过桃源农改创哈，经过2025年呢，咁咪品种的配种跟育苗以后，然后才产生那样，产生那种诶，干嘛新的品种，然后雄发的品种，很多雄发的品种，你讲呀，我培育这个品种，我培育25年，这么个暗难呐，我培育25年暗藏的时间，因为这个我雄气足哈，年交值又强诶，所以干嘛？农改场经过25年，从花莲、屏东里头，还有嘉义所有的地方来请到了种的，然后因为借由交叉、扦插以后，哈，让培育那安好的品种出来。哇，原来是安尼，因为从头摆颜色，它接触到关系的先从讲桃园一号，桃园一号加个特色到那片。你讲几个详细可能无按住，不过伊有几个特点，几个特点又系加凝胶胶质凝胶能力也较强啦。可是我哋桃源以后诶吼，详细足，然后又附多糖体的胶质，其实多糖体的胶质就类似像我们的人工的玻尿酸感觉这样子。原来是安尼，古时候其实像按用研发的研究的品种，也较强的桃源杨梅有滴个种，听听。因为我哋从100年农改场培育出来的雄发的种株以后哈，又搞不挨到咧杨梅农会的总干事来推广，然后总干事佮又夹到了新的一只，然后特用作物 TC 版的仙草版啦。古时候就抢鸦片又开始种，不过其实到鸦片种咩，因为呀环境又适合。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抢鸦想法呀只品种，种嘅环境啊、温度啊、水啊，按样板型对呀先错下好。因为杨梅天气吼，到山林里头、丘陵地下多啦，所以佮排水功能又啊好得，所以它适合来种俩先错，然后主要。种仙草要讲倒水嘛，所以我哋农会总干事要讲来去来种，冇想到种啊种个安好嘅成绩出来。哇，嗰个排水爱好，嘅温度呢？爱乜嘅温度较适合呀？想法呀，品种来成长。其实一般温度啊，25度以上哈，它嘅成长嘅速度啊，要往下降。啊，比如讲讲风咧，风会影响到冇？风影响冇太。哦，个雨可能就排水好。嘿，所以因为我哋丘陵地较多嘛，所以我哋排水嘅功能就会做到较好啊。啊，其实我平常是淋水，我用板淋，我特别淋水系。做成做起系总系用淋水，用灌水里头。可是你啊，今日水利会又推广，今日啊用滴灌设施咧，所以我哋啊胶带专门要牵个水带喷水带里头来喷。
贴喷加充电，有讲页面均匀的，有干嘛喷到水，然后对植株根系唔会讲挑长筋到水，然后会不会发生那样病变力的原因？骨手有一些些的冲黑，有点自动化管理的感觉，哎，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冲暗用的方式，一定冲咸臭啊呀。基本上就会升温嘛，哎呀，中亚升温以后，所有升温都够用，你有一方升温，除非有天一方升温，就很多插错，给插错应用版型来装填咯。因为爱着年糕特哈，长年年糕特又开始要种咸错，因为种咸错的前一两间月哈，因为佮供应会有插错的问题，所以爱着会田间管理功夫帮错又会上忙都要帮。绑好等于，抢人工听听，嘿，专门人工去绑，然后绑好以后，佮慢慢佮咧，先做抬出来以后吼，慢慢擦出个问题就会干，哦，就会减少了很多。你用办公咯，做嘛个？因为佮上面落去擦出佮看唔到日头的吼。就本鲜草啉汤咧，古时候其实鲜草按用讲来讲，算是好种的东西嘛。其实鲜草蛮较蛮好种的啦，主要有插错的问题，还头脑通天的。就前一两张月咧，可能会较上忙的话，伊帮助一下的。不过像亚种东西，听说有加个方法，有加个优良吼。像种亚鲜草，唐公佮种的当年全部就种鲜草，一代替爱零的来种。嘿，哦，因为你啊鲜草的东西当奇怪啦，佮因为你咧当年种吼，佮为干嘛不要干嘛？根瘤线虫的问题，根瘤线虫，故说算是一个病虫害。嘿，佮因为佮个线虫会落去佮个嘛蜘蛛地位吼，应该会，所以佮都是佮那养分会被吸呛呛，所以佮会早死的安样。古时候可能要零点钟，零点钟要同物个作物来零点钟。挨到啲啊，热门天气专门去一年来种禾哈，一年来种鲜草啊，一样啦。因为种禾有解物个肥料的关系吗？有物个年数多地度？哦，因为个。中博有干嘛个？有那一下忘记他叫什么。没关系，按中博的一个时间，故说听说你爱老莫可能给做不来零点钟，同博的一年中博的，一年中咸草，按用零点。不过像也按用环境的改变呐，对咸草好也唔好，因为种咸草很早的甜呐。不过你种博的可能有水甜呐，按用莫可能给环境对做不来讲是好也唔好。因为种鲜草，它其实伊假枝会较多嘛。因为你那无轮流吼，鲜草因为上到无按浆，其实像种出来鲜草唔会按香哩的玩意，因为它耗费的假肥料假就会当。当虫啊，一样啊。故说可能你全部种鲜草呀，土地加个营养成分全部就不一样，鲜草吸收的，哎呀，奶就会变成越来越没东西，越来越没营养，给你种出来个东西，听说就种不好了。嘿，哦，原来是安尼。故说听说二零点钟，有吃电工，当年都种穷用种鲜草吗？有吃过吗？后来就农夫做中为总干事哈，有两种。有两种两年啦，过去加善良，然后该物该，该物种出来鲜草干哈，鲜草这个哈，有无按浆无按香味无按特殊。古时候吃过诶，做过实验诶，按品质就无穷用诶。古时候就给听讲爱零点钟同无爱零点钟。不过古时候像呀，种鲜草啊，佮一年呐，物该时节爱来种，物该时节做得来舒爽。哦。你有只问题要太阳挨到高年高铁咧哈，长夜高铁挨到开始陆续来种诶，然后种高太阳大概两个月、三个月后，大概五月份左右挨到开始在建鲜草诶。五月份就做得开始来建呢，用机器建啦，用机器建，做得用机器来建呢。系啊，所以其实用机器建咧好处有诶上人工你台湾哟。用机器来建，不过头摆像也拖延以后，应该是无办法用机器来建的。嘿，因为佮伊按了匍匐住嘛哈，
然后扶出去，用按钮会抬抬点过去，是走平面的。不过金门也有带到现场来，其实也拖延以后想法也在平中，其实上车嘞，相当高尚嘞。半直立柱啦，啊，半直立柱就是比较适合用干嘛检查机来检修建那样。检查机就错嘅，古时候其实像下拖延以后，拖延以后要两种品种嘅鲜草，还系有一些些嘅冇常用哦。今日节目当中，还会来同大家分享下较多鲜草嘅故事、鲜草嘅好秘事。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到福起来咧，我系中意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用梅嘅鲜草哦，唔系新竹关系嘅鲜草，系桃园用梅嘅鲜草诶。古早睇下做咧，看到阿树红呀，就系呀，香花呀，只品种嘅鲜草有看到冇？其实家嘅外形看起来一些些像浅茶，没有一些些像泡荷，还个家嘅这个光啊，凹起来动眼呢。哦，韩国鸭背看起来咩动硬硬硬诶，韩国眼眼有细细的锯齿状暗涌嘅感觉，还有绒毛这样，还有一点点的绒毛哦。韩国冬天片夹个光，嘿暗涌有点像雕出一些雕出一些无缝色无缝色暗涌嘅色毛呢。你啊要做成落叶配人讲诶，今日嘅凤冠诶鲜草，凤冠呀，很多凤冠嘅鲜草，古时候也可能。台湾就有董家圈暗用的品种诶，嗯，古时候经过改良以后，就像暗用香花亚杂品种，嗯，刚刚因讲到，其实亚同以后无常用啊，以后黑像暗用抬过去，比较长比较平面的感觉，不过有一些这又是有一些些的半直立式暗用的神种风色，古时候菜树嘅风色没无常用诶，像以后。关系跟以后，伊菜树一年抢做的艺术听听哦。嘿，因为关系的土人越好哈，伊个匍匐型的植株嘛哈，所以伊从过年后中后哈，都差不多按照俩新叶做有机，可是几条长起来，从田中央在晒照的地方以后，那条土人以后嘿，二叶长叶个体来中中央差不多五叶，我再检用检查机检过一摆，然后。每隔35天到45天哈，间隔啊又再间隔摆，所以我就会相对我就会产量会比土壤越好来产量会多加四五倍的产量啊。按用油笋果一年做的菜数几多摆么？二号。二号一年做菜500到600啊。哇，搿一摆做的间隔长诶，因为你像呀呀上到暗虫啊，呀一般你用检查机，检查机一般来讲可能是检差不多什么一星二叶、三星两叶，啊像呀喏。挨到你阿伯，挨到检查机诶，吼，差不多检10到15公分，轮一。十多就当过按用10到15公分。然后检查机啊，一量吼行三年啦。放顺，行一年半咪断，加个按行年来按用修剪啊样。哦，就假使讲也系一排一排嘅鲜草，按用就一二三，按用就坐在用检查机捞起菜蔬，按用都方便呢。系啊，所以又省人工，又省，又干嘛省量又下胎啊样。对，古时候像大家头摆可能会去烘肉店。买呀鲜草个，因为当时有年纪个有种啦，太甜就喺啲很有点地度买，啊也喺公司场地度买。不过今日嘅节目当中啊，公司农民佬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去哪边买鲜草个呢？时间会用板来拖，因为我是看过啲市场度好有卖嗰种，因为佢已经晒早诶。里面冇写嘛？该那个到期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啊？里面唔滴个不用记旧诶，该买上去住起来，其实蜜头就唔好。因为一般的鲜草干哈，其实晒到甜到熟干后哈，其他要晒早差不多7-8分早天啦哈，然后又不用仓库去陈列那些。问题不用仓库，其实又该买杂质啊、泥土的杂质啊，又该买。虫害的咩？虫害的对，然后露出的对。那有可能会上菇啊。哎呀，会上菇的对吧？我哋会以后诶，要做法诶，检查机检过，帮我们用室外的尾雕，帮我们用揉捏、裁切那些哈，干燥以后，
然后水分全都2%天啊，所以差不多全部差不多会杂味啊，98%都是干燥的仙草干奶油。对，因为它的水分很少，就表示说它不会坏掉，它不会变质。故说其实偷仙草干的优良，是不是跟大家说应该要请水分做的砍手的砍手都很早的。因为你一般市场买到的仙草干它就会让它很少，然后再买有哈有得带奶的对吧？然后有得含我有出骨的问题，奶得会先受干2%的水分的，所以佮易于保存的对。然后拿种一些它同方便用泡茶，先泡3到5分钟。那就每套色泽又出来耶，他就会同大家来分享吼，桃园农夫贴片来同用来向下来推出嘅品牌，很多有先则名呀，先出嘅品牌。对，因为呢，系我哋用门农夫，然后我哋产销版、TC 版、先做版啦，共同来推出了，然后有先则名了，叫品牌。故说呀，品牌全部都是仙草那列的产品，满满的仙草。因为主持人阿琴妹还会吃到，因为我一家细细仙草用在做很多东西。对啊。公司在外头让我们农夫做总干事哈，当年就来开发了了了新的东西啊样。故说以前对清简单做诶，比如讲呀，茶包，仙草茶包来泡仙草茶，呀仙草茶是起来咩？叫做五五的仙草茶哦，是像是这个真正都跟品茶一样，品名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就叫有先则名，那个名就会是茶的意思啦。故说像按用四二老茶包，浸到水底度，按用泡就做得，差不多要泡几久诶？3到5分钟就做得。3到5分钟就做得。一般咧做成咯，煮一两点钟，然后煮出一条梅头啊。然后你啊，挨到你泡3到5分钟，梅头又出来耶。主持人去到上班，颜色都同青龙推波，又有一种雄雄的感觉。不过同个用煮个米线冇同样哦，也食起来比较轻盈的感觉，食起来有一种淡淡的清香的米线。哦，故说也就是像泡茶的方式，爱用来泡个仙草茶包。因为你啊，一般人还蛮当有做的来接受的，用泡的方式啦，还是落一杯还是几多。像用煮的袂遐闷到，可是啊，到你啊技术你着改变好吼，做出来先做啥，其实每套老胶质也很好。你要知道煮起饮料，喉咙方面也会有那黏黏的粘稠感觉，这样，那就是胶质的味。对，我特别喊老豆，咸臭啊，小咸臭，我特别老豆小咸臭，系真嘅爱加东西。其实传统嘅小咸臭唔是加东西，佢就会高高，对不对？因为佢本身就有胶质，多糖体跟胶质这样子。对，故说啊，真嘅嘅咸臭啊，佢本身就会出胶质，就会爱用高高嘅感觉。还有那个以后产品就会牙疏松。也比也系经过有足够嘅啊，韩国冰都也干嘅地度，不太敢放偏。用梅农夫哈，委托佮买食品厂来做为仙草茶，啊，你后头啊出得有个有老糖老无老糖嘅两种，各有不同的味风味啊样啊。好香哦！韩国有条仙草，我有较重的草味，不过也是香香的米丝。因为我条有经过佮买杀青的动作啊，哈，所以杀青的每套佮买强草每一碗磨按重诶。好，就像真经个茶米同样，茶米咪会经过也揉捻呐，会经过杀青也条通走。嘿，故说按用做出来咪有做本太个东方片呐，然后转去打开来就做得色咧。咪唔是泡，咪唔是煮。对不对？爱泡唔是煮啊？那我一种啦，爱泡诶茶包系爱泡嘅。啊，韩国亚茶包系唔系做得拿来煮汤？咸臭拿来煮？做得啦，我阿哋苏杭咧，你阿咸臭茶包啊，佮你一包差不多有25克嘛。就系牙牙臭冇？系五块太，然后因为佮你说，哦，哈太薄，哈太薄。嗯，阿哋拿咗一泡差不多1500cc 嘅水哈，泡过表面留条鸡肉落去。或者留条排骨来用它煮，又再变成诶传统诶仙草鸡，就做在变仙草汤诶。系啊，我条咧农夫哦，还有干物个老干物个
喝够了，开发了仙草鸡汤包跟仙草排骨汤包，陆续后尾还会来慢慢的推出。韩国有新的产品就出来。除脱呀，以外呀，他讲是仙草，青蒿是仙草东呀，他颜色只做东蒿色，就像啊素红呀比。不过除脱呀仙草东，我同他讲烧鸡，因为啊素红嘅吸管没有同他讲来烧鸡。系啊。嗯。哎，因为咧，政府有推动仙草的。措施嘛，哈，然后啊，就农夫又开发的，你啊吸管嘿用钢渣泡作为可分解吸管那样。哇，顾总，你看这些人又反驳，韩国又吃到肚子里肚，又吃到豆黑粉，因为啊扁扁亮亮，又有些 QQ， 韩国从两黑唔会冻甜。嘿，因为海钓的咸草东西完全没加其他东西，就是纯天然的东西啊。难怪有吃到梧桐的米西啦，冬香呢，含 T P 加的梧桐，又加梧桐，冇穷用。哦，古说其实像按用可以发出按多东西呀，大家就看到枪色来听听嘛。不过其实唔单枪按呢，除特色呢，咸草都得拿来用哈，真奇呢哦。真奇呢，因为海钓的。咸臭底油干嘛多糖体含油干嘛副胶质，所以它就是有办法就上口上上啊，一只干嘛来南洋大学请高书又来请到我们的农夫的美国讲拿我们的东西叫你萃取它的精华好来做了仙草面膜跟仙草保养乳液的这玩意儿。哇呀，可能爱烧鸡还好两板种黑色啦诶，呀有这个前导保湿的前导液啊，然后还有精华乳，其实像爱用清甜眼嘅东西，颜色的东西，然后来搞到爱你的皮肤蛋糕，又黑甜眼嘅东西，其实黑清好嘅，回归自然。古时候大家根本也有福到哦，咸草唔单枪做来拿来，湿汗做来拿来用，还有汗看到咸草嘅故事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转来。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系中意群阿群妹，今日嘅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桃园用妹嘅仙草。呀，仙草好，唔单枪做得食，做得淋，做得拿来搞面，当到用途。除脱呀，因为啊，我长地吼，年老呀，仙草嘅花做得拿来看酱，韩国唔单枪酱，系沾满酱。什么？韩国做得媲美普罗旺斯的薰衣草。对，真的呀，假的？真的啊。在去年来到桃园市政府哈，有特色区有办个嘛，叫做花彩节嘛。然后唯独来到杨梅的个嘛个杨梅的花彩节哈，造成500,000人来看来到的仙草花田。哇，很多人去看，因为从啊树红呀、相片啊，就有看到真景，就像薰衣草一样哎，那个花穗的形状，韩国又会按有很浪漫的粉紫色。故事提到呀，花田给东翁就知道哇，很像是那个女主角的感觉。对可以拍很多网美照。故事东东人去翕相，所以去年来了500,000人来参加，来看下到了仙草花田。哎呀，相片还敢讲呢？哎呀，对董艳艳跟素菜爱用看那些真运动家。故说因为去年想的董董艳来翕相来看，今年脱离了一个仙草花节。嘿，因为市政府从中西俩叫问题啊，然后今年就全部没花菜节了，又这家脱离这家好了。用我的仙草花节那样。哦，啊，仙草花节要开始了，每个时节开始同大家分享。下昨日咧，12月23到12月8啊。12月23到12月8，欢迎大家到亚托也用我来参加仙草花节。T 点去到那一片哦。欢迎大家来吼，桃园市的用我去的双福里福群街不一样啊。然后今年咧。去年是1.5公顷，今年扩大到5公顷，5公顷那样。涵盖太平呢，给按用给发也12月23号到12月8号欢迎大家去参加也仙草花节咯，听错东江哦。欢迎两太姐家来看仙草花。我说也哈农夫东山忙了，我准备了，我做嘛该准备呢？
准备的，我就今年差不多八月间，我就开始用干嘛来种仙草的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已经慢慢。它已经上齐了啦，上得嘅，然后等下长嘢应该佢陆陆续续几位就会开始慢慢的开花。系，唔过我有一点问题哦，像也系寒门开花嘅仙草，佢花过一步嘅就会按样开出来。系，佢话要佢花光一样。哦，喂，上一季花光就按样开出来。啊，上嘅花光嘅仙草含做的什么？生出来发光，我哋行咧中央有建议做仙草花茶。嗯，可是咧仙草花茶因为今日食品化的关系，所以我哋咧系卖唔得。所以我哋都大部分来自家食，自家用，还有送到亲朋好友啊来食啦。咁味道很特殊啦，香气当香。又有冇香用嘅味道就错嘅。系，香嘅味道一样。嗯，古早其实我知道几间农夫、几间山小贩，大家就当山芒、花东都攞见，去上工也先操作的用的边，用的用，古早也就会成立呀这个特用作物 TC 板嘅功能嘅效果。对，不过大家有想到讲，汉白可能也先操还有嘛个规划，还有嘛个可能冇？因为我哋咧先操办做今年来参加咁嘛个。前个十大产销班来比赛哈，我都获得了二十大的优良产销班啦。可是，对啊，东西菜啊，像新的四年的产销班那样，最拿到的成绩，大家又去了，蛮不容易的啦。然后未来的规划，我们就是要想要把后卫先凑后卫东西推广到全世界去啊，因为本人来吃先凑来，本人来看，本人来聊啊。我希望有行卡多嘅农民啊，乡下来加入冇。系啊，虽然根本是借由呢只福气来嘅呢只节目啊，希望就大家有认同啦，嗬，上海来加入我哋呢三朝班咧，太欢迎太大家来乡下来种呢只仙草。嗯，不过我哋嘅仙草嗬。知名度还有国际观，慢慢把它市场打开来这样子。不过其实爱种嘛个东西，听说第一线爱想的、爱评估的，就会记汉白油嘛个发展。就像你去家来讲，加入亚三小班新年的时间呢，你看到仙草的未来可能油嘛个发展。讲实在，做生意落有一批的观念，就会仙草又在那里助听。梦想到我哋啊，在做仙草茶包、仙草饮料，还有干嘛？跟保养品啊那些，然后慢慢我也会开发那干嘛系列方面，还有干嘛仙草鸡汤包，还有呢仙草排骨汤包那些，陆陆续续，我哋农夫嘅产品会慢慢的推出来一样。本台一家的。对，古早像呀，新年人的时间，农夫其实一直推广仙草来种，其实每系因为呀哈，农粮署家都有一个政策，系希望大家莫种安多无诶。嘿。嗯，种嘛该喏。因为农粮署家咧推广该嘛稻田转气做嘛，因为种无会长多咩，产量长大诶，所以其实咧多多鼓励外头咧农民来种仙草啊，一样啦。然后从种仙草方面，我哋第一，我哋市政府有补助的仙草苗，好，还有该嘛该，亦都该嘛该资材补助，还有我们的转气作也有补助，好，本来都农民所获得的利润来还那多来一样。其实你也着，也新年人有暗号跟神经，每下因为大家全部当散嘛。系。平常时我还会出去摆摊呐，还会出去推销也着。有迄个呢，就发同大家分享一下。好，今日弄茶改厂的厂庆嘛，哈，还有我着今日个桃园，现在桃园农业博览会那边，我也是每天有在那边。刚结束的农博。还蛮结束的，加两年刚结束的，都我着都有去摆摊。这样子，古时候咪系农民自家去摆摊呢，系，按辛苦。有外头农民，他有农夫耶，咁咪自然啲的啦，叫他去摆摊啦，然后。嗯，古时候。想要把老了种好嘅东西来推销，本太侪家来抵啊。农草要懂重要，呀，种仙草嘅一路以来啊，有嘛该较辛苦嘅事情，也系讲通路方面啊，也系种东西嘅时间啊，较辛苦嘅事情，同大家分享一下。他辛苦有前一两间也帮错会帮他请的，然后田间管理要比较重要嘛，然后后来咧熟悉你的吼，都是选择他脚蛮好啊，所以
无物个嘛。算起厚重嘅东西就错嘅。讲实在，先做遐讲蛮轻嘅东西啦，做厚重啦，唔可以讲少病虫害，所以我完全不用农药。完全冇用。系冇，唔是用农药嘅药。因为要轮作以后，佢又唔可以不虫嘅问题，冇你要。所以先做的地方要完全不是用到农药安药。嗯，古时候其实像安药，因为无农药嘅东西，唔是用农药，农民种起来对自家身体咪好。系啊。他好其他爱自家去用农药嘛。食到会就安心啦。哦，食到咪安心啊！种嘅人咪唔是接到嘅农药嘅空气，其实大家都会希望。做在本土地恢复下太自然的方式，用下自然的方式来种东西。古时候像暗号的产品，也得有先证明这个品牌。那一片就得买到，那一片怎样买？哦，你啊，挨到通路大部分那时候人民农会有展览啦。然后未来哈，中间是有讲啊，陆陆续续会开发其他的通路商啊，要来太自家都买得到啊，要。真嘅，其实，今本嘅节目当中啊，除了同大家来分享呀，鲜草以外，咪希望大家做得看到呀，一项植物唔单像一类蔬菜种嘅好，那我一类蔬菜可能会开发出某强样嘅品种。诶，台湾嘅农业就系爱一切去精进啊，一切去进步，咪当感谢今本嘅安尼品种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按到鲜草嘅故事。希望大家什么什么，古时候休息一下。天天欣赏，接下来做运动哦。